不同意这样破坏。啊？什么鬼？可是他已经在执行了，你在投什么鬼？那河是已经盖好了，现在不是也停着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说早教呢。现在是未完工状态，可是重点是我没来这里之前，我不知道已经盖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？什么？所以公投详细内容是什么？公投的详细内容。下面等等。